Hello， 大家好，我是一个老师，どうも。好，那就我们今天也一起学习五十音吧。到现在已经学了非常多个字了，记得吗？一起念看看：あ、い、う、え、お、か、き、く、け、こ、さ、し、す、せ、そ、た、ち、つ、て、と、な、に、ぬ、ね、の、は、ひ、ふ、へ、ほ、ま、み、む、め、も、や、ゆ、よ、ら、り、る、れ、ろ。到这里，大家你们很厉害。然后呢，到现在的那一些影片，我有放连接，所以呢，如果大家觉得学的还没有好的话的呢，大家看一下哦。好，那就马上开始今天的三个字吧。今天的三个字就是这个，哇哦，哇哦，这个三个字学完了，这个三个字就解释。哎，那就我们开始学习喽。哎，第一个字，大家知道日文的我怎么说吗？大家应该知道，它就是这样子。わたし，わたし，わたし，哎，就是日文的我。今天的第一个字就是这个，わ，わ，わ。はい、大家一起看看这个は怎么写哦。いきますよ。一、二、一、二、そしゃ、然后はい、中、然后圆圆的这样子。もう一回。一、二、这样子。那这个は的注意的点，大家一起看一下。はい、这个は、ね、之前学的ね が很像、对不对？记得吗？ね、怎么写？一、二、ね的话这样子圈起来嘛，但是呢，は的话没有，就是这样子而已。一起看一下注意的点哦。はい、首先是だだだ这样子，然后右边中。左下角，然后回去，然后圆圆的这样，呢，那边是圆圆的，然后不要圈起来哟，圈起来的话变成呢，哦 ，OK， 这个就是哇哇哇，哇大西的哇，嗨，今天的第二个就是这个哦哦，嗨，但是呢，首先介绍一下它，因为。它是有一点点特别的字，之前学的哦，跟这一次要学的哦，其实发音是完全一样。哦哦，那哪里不一样？就是呢，使用的方法不一样。哎，这个哦的话，句子的时候要用，例如说这样子，え、お、見ます。え、お、見ます。え、お、見ます。这个意思是。看画画这边的哦，就是句子，这个时候才可以用到这个字。其他的名词啊、形容词、动词的时候都要用的是这个哦。OK， 嗨，来きますよ。大家拿起笔来，一、二、三，嗨，这样子，一、二。然后三、一、二、三，这样子。OK， 那我们看一下，注意的地方，这个有一点点难写嘞。嗨，这边是比较容易懂，就横的一条，要长一点哦。然后呢，这个写的开始，然后回去。下去，然后呢，这边下去的时候呢，要下去直一点点，不要直接这样子往那边去，不要那边去，
后一句，然后下去，注意点点 ，OK， 加边呢，加边，注意点点，然后这个最后的话，有一点点饭团的那个三角形的 ，OK， 那这个就是哦哦哦，那就我们的今天的最后一个字，嗨，大家，请问一下，大家知道？日本怎么说吗？日本就是这样子，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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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学的第三个字就是这个，嗨，这个就是鼻音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写哟，哦，いきますよ。一，还这样子，一写的，然后回去，然后上去之后这样子就上去，一，几，哎，然后呢，这个的注意的点，这个非常多人写错，嗨，大家觉得这个。像什么？就是英文的罗马字 H， 对不对？所以呢，很多人写的是这样子。但是不对，不对哟，这样是不行的。就是呢，这个写的下去之后上去，然后好好的过去那边，没。下去，上去，好好的过去，然后往上去，到这边结束咯。所以一定要写到这里。嗨 ，OK， 这个就是嗨，然后这样子，今天的三个字解释的，哇哦，哇哦，OK， 那就我们复习一下咯。到现在学的字一起说看看，开始咯。あいうえおかきくけこさしすせそたちつてとなにぬねのはひふへほまにぬめもやゆよラリルレロ、然后ワオン、ワオン、就这样子。辛苦了，但是呢，不要忘了，考试的时间到了。哎，那我接下来介绍给大家五个单词，哎，全部都是包含今天学的。三个字哦，然后大家一起写看看 ，OK？ 嗨 ，DT， 瓦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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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写看看。写好了吗？ディアティ、三、三、三、サ、ん、三、写看看。写好了吗？那就第三题，みかん、みかん。みかん、み、か、ん、みかん。大家写看看。OK 吗？はい、団長。第四题。にわとり、にわとり、にわとり。
鶏鶏鶏鶏鶏鶏四个字哦，大家学看看，加油加油。嗯嗯嗯，如何呢？嗯嗯嗯，写好了吗？那就最后一题，还最后一题，大家要写今天的我，え、を書きます。え、を書きます。絵を書きます。絵を書きます。え、を書きます。え、を書きます。试试看，写看看喽，加油！写好了吗？はい、那就公布正确答案。はい、第一题是ワニ、ワニ、ワニ就是这样子，ワニ就是鳄鱼。はい、ワニ。ワ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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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吗？第二题是三啊，三三三就是这个，はい、サ、ん、サ、ん、三三三三就是三。一二三的三，はい。OK。はい。第三题是みかん、みかん、みかん就是，はい。みかん、みかん、みかん、はい。みかん就是橘子，はい。然后第四题的正确答案，第四题是にわとり。鶏，鶏就是，はい。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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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い。鶏就是鸡，鸡肉的鸡ですね。OK。那就最后一题，最后一题是絵を描きます。絵を描きます。絵を描きます。はい、次は怎么写呢？是这样子写。絵を描きま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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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絵就是名词的画画，然后描きます就是画的动词，はい、然后中间是我们今天学的を。はい、那就这样子。今天的三个字也全部解释了。大家辛苦了。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大家多多订阅いくら老师的 YouTube。好，那就大家下次见喽，拜拜。じゃあねー。